焚香礼请十方六路众生，好兄弟，今癸卯年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日，南投县议会议长何信芳率领议会同仁，敬备香花、素果、神礼、金银财宝来奉敬，互为感恩领受，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议会议事顺利，议会同仁合家平安，思维。中华民国一百十二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南投县议会议长何信芳率领同仁一同上香。南投县议会今日下午在议会大门前举行一年一度的中元普渡祭拜仪式，由议长何胜峰、议会秘书长李孟珍带领议会所有同仁一同持香祭拜。现场准备各式各样丰盛的祭品来普渡好兄弟，议长何胜峰也祈求一切顺利，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南投县议会议长何信芳率领着同仁，伫今仔日农历七月十五，伫议会吼传一挂香花、素果、神礼吼金银财宝，来奉敬咱的好兄弟吼，保庇咱全体议员。甲咱的同仁吼，身体健康，出外平安，嘛希望咱议事顺利，所有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出外平安三百，祈求全体议员及员工工作顺利，礼事。一年一度中元普渡祭拜仪式今日下午于南投县议会举行，按照传统习俗准备丰盛的祭品，并以最虔诚的心持香祭拜好兄弟。由议长何胜峰担任主祭，率领议会同仁陪祭。议长何胜峰也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记者朱文俊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